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歌手，那么多期的节目，那么多首经典的音乐作品陪伴我们，那么多个难忘的星期五的夜晚，而在此刻我们要即将画上句号。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这四个月一直陪伴我们的音乐总监梁翘柏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我们期待老师下面的作品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同时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对节目的保驾护航，谢谢你们。再接下来把掌声给自己，也给电视机前四个月来一直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歌手的精彩，谢谢。当然更要感谢今晚为公益而高歌的歌手们，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晚所有的歌手以及音乐合伙人的代表，他们是经典之声队腾格尔、汪峰、迪玛希，经典之作队狮子合唱团华晨宇、张碧晨，经典之合队张韶涵、霍尊、袁娅维、马伯骞、李泉、黄大炜，最后有请我们的新晋歌王 JCJ 和他的表演嘉宾 Luke James， 有请，以及我们的三位音乐合伙人维嘉、孟晨和吉杰，